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转播这场男双，由早川贤一、远藤大由日本组合对阵吴北生和陈伟强。在屏幕上身穿着蓝色球衣的是日本组合早川贤一、远藤大由，身穿着橘红色和黑色球衣的是吴北生和陈伟强。我们也请谢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队组合的特点。像吴伟胜和陈伟强，他们两个是发接发和平抽平挡的这个实力非常强，其实就是两个人的个人防守实力也非常不错。那陈伟强属于一个前场组织球能力特别好的一个球员，那吴伟胜属于后场进攻的威胁大的一个球员，那更多的时候可能是陈伟强在前场的组织做球，为陈伟胜创造进攻机会。那早川和远藤他们两个的实力特别平均，早川有个他的特点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三拍拿两边的球拿得特别好，这是一个球的合理性。其次就是那个远藤的前场的速度和前场那个逼压完之后的推压连贯，这个是他比较突出的地方。对，其实还有就是他们两个个子不高，但是轮转的速度、移动的速度还是非常快。感觉这两个人的整体的综合实力啊是比较平均。对对对，没有特别大的不足的地方，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整个战术发挥还是非常好。然后这就是那个马来西亚队的特点，平抽平挡的连贯和威胁。这对马来西亚组合呢，他们配对的时间并不是很长，2014年的汤姆斯威当时才开始确定下来要配对啊，当时那场比赛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在一场未丢的情况之下，帮助马来西亚获得了汤姆斯威的男团亚军。但是两个人的整体的表现呢也没有那么的突出，包括2015年在马来西亚大师赛打进了四强，瑞士黄金赛获得亚军，其他的各战都表现得一般，没有太多的亮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那个早川这个选手，就是发球这个选手，他发完球之后的抓球还是比较明确的，所以他的抓球这一块还是非常突出，所以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发球这发球质量有点高。这步是不是还是因为这脚没有登上去？对对对，在够着搓这个球啊，脚还是慢了一点点，而且他刚才这个球挡得很好的时候，他的应该往上跟进，还是停了一下。还是不想和对方更多的去平抽快挡，这种快速的球啊，给他对方推了一个后场，但是出了底线。这是远藤大由，远藤大由是1986年12月16号出生，在打双打之前呢也是在打单打，还曾经拿到过日本高中生男单冠军，是日本埼玉县人。他们个人的防守实力还是真的非常突出。是是，这对日本组合，尤其是在去年的下半年，他整体的这个防守功力确实比以前强了很多，再加上本身他们的防守就不弱。对，
漂亮。哦，但是看起来好像是出了底线。早川贤一，86年4月5号出生，1米77，是日本滋贺县大津市人。之前他是和树野健太搭档男双，也和松永美佐纪搭档过混双。好球！其实很多球迷就想问，那怎么能把防守练好？那防守怎么来提高？那像我们其实，像我们像蔡云发峰啊，那时候他们要男双来练防守，那真的是一防三或者一对四这样的防守训练。那业余的爱好者可能没有这个条件，那你可以通过一些定点的，比如说一个人在往前拿7-8个球，然后就在定点在上面上手跟你往下发，那你就在低手练这个防守挑的能力。嗯，对啊，也就是说对方在给你喂球的时候呢，不一定非得拿拍子去喂给你或者是杀给你，是吧？他直接在网口往下砸就可以了。这个球那有时候用拍子往下砸，没有那么快球速。哦，还得对对对，他就不是在底线，可能在中间，就拿球拍这样发给你。啊，对，这样的球会更深。对，这也是一个练防守的一个手段。大家回去可以试一试。选择马来西亚两个打的在场上不是投入的不是很快，开局，而且逼抢的没有发挥出他们自身的特点。远藤发球，陈伟强接发，他们要想得分还是得靠抢起来，跟着日本队的节奏慢慢的这个打攻守的话，那是很难去赢球的。机会啊，对，这个网口的球盖帽球给打飞了，这还是动作太大了。太好了，这个机会。放得真好，拦掉。远藤在后场。好球！漂亮。等于这种节奏完全是跟着日本队的节奏在打，那他们的防守没有转换，都是靠顶，那变化太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经验吧，就是后场的进攻，杀中路和杀对角的目，杀中路和杀直线的目的性是什么？杀中路和杀边线，和杀边线，对，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杀中路的时候，对方出球的球路不会特别开，都在中间大中间为主，那前场的人封网就很好封。那你杀边线的话，那前场封网的人要一定要移动过来，那对角的空单也会很大。是，所以杀边线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在跟，杀完自己在跟进。那杀中路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让同伴想去封，想去封网。对，但也有就是杀中路，大家防守的集中度，中路都是很集中的。所以说你杀中路也不是那么容易能杀的死，所以靠前面一定靠前面的封网的连贯。
就是基础的我们打双打的这个意识，可能就是最基础的就是我打直线一定是距离短速度快，打斜线可能是距离要更长，有利于对方的防守。对，没有那么快。但是刚才您说的这一点，还是要照顾到自己的同伴在网口的动作。因为你都是想靠后场底线的强攻得分，那一定是非常难的。那你看韩国啊这种防守，日本这种防守这么好，你很难通过底线把打死。但更多的是用配合，用前攻后攻前锋的这种姿态，能得分是最省力的。对，漂亮，急了。哎，对，陈伟强之前的男双搭档呢是云天豪，混双的搭档是温可威。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两个人陈伟强和吴伟生之间的这个搭档的时间呢，其实没有那么长。日本队的防守很耐心。从这也看出来球不是特别快，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全英的管又非常大，球又不是很快，那多拍的进攻的威胁就变小，多拍也就越来越多，等于是防守的压力就不会显得那么大。对，也就是说你很难去通过那几拍能够杀死对手。对，好球。今天在早前结束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张楠傅海峰的那场比赛呢，远藤大由和早川贤一也是有几个回合是这样，有的时候杀累了，感觉就是打得稍微的有点松懈了，总是在劈吊啊，现场的观众呢也会有一些小嘘声，但是千万不要被他们所迷惑。对，突然之间的加速这种变速，他们的能力还很强的。对对，因为他们个子不高，脚上的能力爆发力都非常好。所以他们的变速的能力这一块是非常强。隔壁的场地，王世贤和戴资颖已经要打决胜局了。第二局的比赛，王世贤扳回来一局。给了一个出界，但是申请挑战。这还是马来西亚的，他们在这种关键球的时候，都特别是那种主动的球的时候，还是打得不够严谨。好几个这种主动的球都打丢了。漂亮，
好球，这就是日本队的攻锋的配合。拍线断了。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说到刚才那场混双，说刚才那场混双最后那几个球啊，是最近的这几年混双最精彩的一个回合，几个回合。对对。如果要是评一个本次全英的十佳球的话，我觉得那几个球应该算进去啊。那几个球，对对对，真的打得非常齐，特别最后一分，对那个多拍。还有朋友问到隔壁的场地戴资颖和谁打，戴资颖是和王世贤，打到半决赛的中国的女单选手就剩下王世贤一个人，双方在打决胜局，第二局的比赛是王世贤21-12扳回了一局。接发球判断失误，想发都来不及。哎去，这下跟得很快。对他这个抓过半场已经被陈伟强抓住了。就是业余的羽毛球爱好者呢，有的时候在打双打的时候，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分工过于明确。但是看职业的选手在打球的时候呢，这种随动的能力，不管你在前场还是后场，你好像感觉这个球是要自己的同伴打了，但是自己的这种随动能力还是非常强。对，像我们职业的就讲一个互补，特别是前面在跑的时候，后面人家根据他的跑位在跟着他移动。他漏的球我会在后面跟帮他保护，对这种球 对不像业余的，就是说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一人站一边，那就没有配合在里面。是的，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当你动了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在前面的这个中前场的这些选手在动了的情况之下，往往在业余球员打球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后场的时候可能就会受影响，说哎这个球你跟我抢了，你动了会影响到我。 对但是这种前后场的这种随动也是应该做到的。对对对，因为前场的人看不到后场的人，那后场的球员更多的是要跟着球前场的队员的位置在跑动，对，当然不是重叠的跑动，一定是有点交叉一点点。对，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投后场。像这种大赛啊，你的技术是一方面啊，基本功扎不扎实，另外一方面很大一部分还是心智啊，在斗智。对对对，就在斗战术，斗心智。这早川就是在前场的连贯的拿球抓球，所以拿下一分，显得马来西亚的不是信心啊，包括那个气势不是很强啊。嗯，一直被压着打。对，两个人的位置重叠了啊。真的，早川他们两个日本两个人的选手手上的实力真的是从中就看得非常强，非常扎实基本功。
平丘平坦的失误特别少，变数的能力又强。对对。在双方都在加速的情况之下，这种稳定性就体现出来。对。据点。好球！对。这条斜线杀的还是挺隐蔽的。对。他在重复的直线点掉点掉，一个全力的攻对角。这个教练以前是印尼的，印尼过去的。还是你可以用回用回一样东西，你下去啊，上个一脚注意蹬手，你不要就下这里，他们这里是这样，除非你下了前面要封直线，还是下了。啊，再说中国。对，这个教练是讲究。你下去把那给他封封住啊，前面过地脚，后面下了，后直线。啊，后面要下了，因为这不容易死。注意他们跳，你一直跳你们头顶，就一直跳你们头顶。对，你们一直封住，如果你们要打完球，你们要攻，你们这边拍。那他们也是讲的这个防守那个进攻的配合，他说你要是一个人靠一个人攻是很难攻的，他说你一定要攻直线，前面那个人屋那个叫陈伟强一定要出来把直线封住。对，所以我前面就讲到南双那个攻锋的配合尤为重要，如果你是想通过底线的进攻你靠一个人来攻来得分的话，你再强的进攻你也不能杀三局啊。旁边的女单的半决赛打的还是非常焦灼，双方的第三局决胜局，王世贤暂时领先15-11。好。从王世贤整体的和戴资颖的历史交手战绩来看，王世贤他并不怕戴资颖，对对对，他不像是这个内维尔对阵戴资颖，因为内维尔他的脚他的手上球有力，但是他脚下的移动啊，怕人家停顿这一块停顿启动啊，他还是没有那么突出。对，你只要别让他跑出直线这种加速度就行。对，你让他直来直去，那内维尔的球就威胁就大。对。但是王世贤他整个跑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有一位朋友在微博上留言，请教谢导一个问题，他说打羽毛球呢也有几年了，为什么在打双打的时候和自己水平差不多的人就没有出现过搭配的问题，和高手去搭档的时候呢，对方说如果接到一个前场球就，他说的这什么意思？我看一下，与高手搭档的时候，如果接到一个前场球，就老喜欢又退回到后场。他叫我打完球就定定的站在前面就可以了，不要跑回后场。我看双打比赛的时候，感觉站位都是互补的。那请教一下，男双双打的时候是如何站位的？我估计您那选手，您那搭档太强了。对对对，因为你和自己差不多的那个配手在一起呢。你可能打完之后自己就是比如说像你接发球完了，你想把自己整个一条线直线都能拿住照顾到，对，但是你和水平比你高的呢，那他希望你拿的
那个集中度更集中。比如说你接完发球，你就注意指人家的回挡网，或者是人家的平抽这一块，弹起来就不用你来管了。这样，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拿球的集中度越多越高，那成功率或者威胁就大。他在后场本来就能把你很好的保护，所以他不需要你就拉的面积很多。这样，哎，其实说白了就是。对方还有点不太信任你的能力他就把男双当混双打了其实再加上呢可能你们的配合呢也没有那么的默契，与其说跑位出现了问题丢分，还不如说大家分工明确对这也是在业余羽毛球爱好者当中就是水平相差非常多的搭档之间的这个打法，你就照顾好一点就行了。从这个球上面看，就是马来西亚的连贯还是不够。你看杀完球之后，人家一顶完直线，他的自己后场的人保护太慢，那给人家的往前连起来球就更威胁他了。对，陈伟强的连贯还是要好一点。吴伟胜整个是球重，但是连贯这一块就不对了。两个人的身高都不高，1.75米，都是89年出生的球员。早川贤一发球，你注意看他拿球非常快。现在整体看呢，日本队他的就是整个进攻的连接一个配合和一个连接做得比马来西亚的要好，所以说整个打起来的时候在进攻这一块，日本队就是连续攻的能力和得分这块就要高于马来西亚。日本组合还是打得很惊艳，哇，这一下判断失误。对，但从这个方面体现了马来西亚的防守没有去转换，反转做得不好，只是在防。那日本队他这种连续进攻一直在保持进攻，那他的这种对你的压迫啊，对你的压迫感和威胁还是很大。只要你稍微挑球一个不到位，他就是变速的功能，威胁就起来了。王世贤赢有点累了。对，现在马来西亚他们也注重头顶区进攻攻锋的配合了。对，这几个球也挺明显。另外一块场地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啊，王世贤是战胜了戴资颖，已经是率先挺进了本次全英的女单决赛。他的对手呢将会从奥原希望和马林之间产生，但是这两个人还真不好说谁输谁赢。对，马林的特点突出，对，但奥原希望他的跑动能力又非常强，防守能力又很强，而且他也有突击的那一把，对，
所以说旗鼓相当。对，双方历史交手呢是有五次，奥原希望略占上风，三胜两负。双方的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年底的年终总决赛，当时奥原希望是2-0战胜了马林。最近的两次交手都是奥原希望获胜，一次是在去年年底的年终总决赛，一次是在去年的世锦赛，当时两个人是都被分在了 A 组。这是一个滚网球，但是这个球早川的往前封网的意识非常快。好球！现在马来西亚他们加强了这种平出平打之后那个进攻这个攻锋的配合，衔接的也快，对，比第一局明显要快一些。远藤已经抓到了陈伟强发后场。但陈伟强在往前的球过于偏软，他的球在前场偏软，所以对日本队他的回头球本来就很快，个子不高，回头球很快。那如果陈伟强的前场的球如果硬一点的话，那个日本这个远藤他那个回头球没这么快。你要打手，有点打要打手，那偷起拍你可以避险，要避不到的中啊，要突击向前路啊，真的挡网再跳给啊，再打这个，啪摆。分辨的东西要做好，一定要做好。要打高大家，好像没有前面的。他教练现在也提醒他，两边的速度，两边平球，两边要打开，不要光跟日本队就是直来直去的平球。也有朋友在微博上留言啊，说这次的直播信号没有林丹，因为一号场地啊有更多的欧洲的羽毛球运动员。全英不管是在任何的一站比赛，在哪个国家，还是要照顾当地的这个球员，还是需要照顾一些。光是这种消极的防守还是效果不好，没有转换的这个能力。对，你是一味的挑送人家杀。对，现在的队员谁都有这个进攻的能力。对，
就即便是对方已经出现了这种可能杀不动打不动的这种情况，也没有去积极的拼抢啊。对啊，上抢人家点掉这么慢也不去抢，这就太被动了。哇，又是一个半场球。你防守再好，你的挑球总有不到位的时候。是。虽然是马来西亚的男双，第一男双啊，但是从整体的经验上来说，还是欠缺了很多。对。再加上两个人的搭档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吴伟生以前的搭档是林清华，所以有很多的喜欢他们的球迷朋友呢，管他们叫武林组合。今年在全英，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能够战胜陈文宏和古建杰，还是算是也爆出了一个小冷门啊。对，因为如果他们这种挑法，陈文宏、古建杰，像古建杰他也不是系统训练特别系统，嗯，也不能保证这种连续的进攻的这种能力。这是他们俩是为了参加今年的奥运啊，嗯，在拆了有一段时间了情况之下，又重新组在一块儿。对，古建杰之前也在泰国当过一段时间的教练，对。整个场上局面，马来西亚的还是打得太过于消极。另外一块场地的第二场的半决赛开始，是由林丹对阵薛松。虽然是队友啊，但是在此之前在大赛当中两个人的碰面还真不多，只有一次，是在2014年的日本公开赛。像这种小队员打老队员，他心里边会紧张吗？嗯，不会，不会，他就是去冲你。对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训练的对抗了，基本上都是年轻的跟老的一起训练啊，所以他也很熟悉像这林丹啊、成龙的球路。对，再加上又没有压力，在场上就拼得出来，速度又快，所以对这比如说自己的球员，这个冲击还是有一定的冲击的。就像年轻的球员，像我们的年轻球员可能跟自己的老队员年龄老队员打，他在场上可能想的更多的是我如何能发挥出我的技战术，我如何能把我自己训练的东西能打得出来，他不会考虑更多的输赢，所以他不会有压力，然后再加上他又去冲你，没有这种压力，他去冲你的速度啊，这种那种各方面的表现吧，所以反而跟老队员带来很大的一种冲击。这全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这马来西亚组合几乎没有什么变速的能力啊。嗯，对，一个节奏在打，对，都是在跟着日本队的这个节奏在打，对方慢自己也慢，对方快呢自己快的时候的稳定性还不够。
好球，漂亮！这种状态就出的有点晚。对，你看这反手就有结合打网反击了。对，像陈伟强本来就是打组织球的，他的反击应该更坚决更果断，但整场他都是跟着吴伟胜两个一起在消极的挑球。对了，还是战术转变的太慢。第一局出现这种情况，第二局开局就应该要转变。对啊，好球！现在整个陈伟强他的重心啊，往前的那都起来，这就是他特点。对，漂亮！其实，像那个陈伟强，他是有这个技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还是自己思想上做的准备不够充分。没有把困难想得这么足，所以说开局到一直到第二局的前半段，再加上调整能力也没有那么强。对，被对方连追几分之后，日本组合终于又拿下了一分，19-15。刚才的那个球速也显示出来了，375公里。虽然感觉今年的全英的这个球速啊有点慢啊，这球有点慢。但是有几次的这个球速的显示还是挺惊人的。对，之前那个诺夫刷了个400公里，400公里。对，这个真是不多见啊！就是那对俄罗斯组合，伊万诺夫和索斯诺夫那场比赛。21-13，21-15，日本组合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这样他们是率先进入到了本次全英的。